传统祈雨仪式的人有非常严格的规定，必须是由寡妇来执行，其余的妇女只是在一旁协助。他们在河中立起了香蕉树，手持月桃叶拍打水面，口中则是吟唱着祈雨歌谣，目的是希望能激怒雨神降下甘霖。阿拉伊米达古米努卡亚呀，妈妈努米达多阿呀，要萨奈古，苏阿诺多莫努米达，哈伊托西娃娃，哈伊马乌里普皮纳罗马伊达，三古苏阿诺多莫努米达，达达达阿达，阿达达西巴罗奥达伊西达，哈纳古古皮纳拉萨马尼，哈尼奈古。祈雨的仪式结束之后，原本的艳阳天开始飘来浓厚的乌云层，嘎拉拉崩落这年的旱象应该可以顺利获得解除了。